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스토 영현 出什么玩意儿? 出冰泉嘛，日炎多少钱？看看啊，日炎3200，冰泉2800，我决定还是出日炎。日炎加减息地，被动减息地，这冰泉不减息地，小反甲呀，那肯定得小反甲。出门水晶瓶开始混，然后小反甲。 这把组 W， 明白没？谢谢 Froken 31309，不知道他一级学个什么玩意儿，他可能主E啊，他一级学了个 W， 我 A 你个不灭，拍地板平 A。 拍地板，假。 你挺猖狂啊你，嗯？完了，我操！全剩一身血，哎呦，兄弟，这也太难受了。 两个凯旋，我操，一下回2个，我没有虚虚了，难玩啊！ 把他赵信给我杀了，好勾引来吗？把他下当了，漂亮，这波下当！我操，这主意的挺烦人呐。
主义的还挺伤害挺高啊，这意境啊。好吧，咱也别想着跟他打了，从现在开始补刀吧。哎，他那意境能打我太痛了，魔法伤害呀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等一下佛爷哥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的名字叫做什么，墨菲特。我夹你，好，我马上升六，兄弟。哎呦我操，这意境能这么硬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。적을학살중입니다。一会儿这蛤子怎么感觉要无敌了呢？能不能无敌不他？说实话，打了这么长时间上单，对面选出蛤子还没让他们无敌过呢，头一回呀。我说这 AD 这都没死吗？我就寻思不能啊。这咋能没踢着呢？这哥们没大招，我操！哎呀，没看见他没有大呀、哎？他没有大，他跑过来赶赶什么玩意儿呢？没有大他不早说啊，你说
적이 2천 날뛰고 있습니다. 매 이거 말아. 그대로 죽음으로 내놓은 거예요. 老剩一身血呀，太他妈难受了，每回这赵信来都剩一身血，哎呀咋这么背呢？杀了个牛头，没什么用啊！杀牛头啊！收服莫特，这把卡着可能要无敌，得看看这马尔扎哈能不能行。确实，这把不行就兵权吧。确实是有点穷。给他吧，不要了，我没有大。真难搞啊，硬杀呀。漂亮兄弟们，虽然他硬给我杀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也不值钱，无所谓。真惨呐，没办法兄弟们。选到石头人，自己就得承受这种痛苦啊！一会儿打团就一个字儿，大瞎子。承受就承受了，无所谓。怎么样，单杀了呢？来个布甲白，牛头上来了，快跑！多波了还杠杠啊！这，哎呦我天哪！最后信你一回，兄弟。
他妈的！你给老子跑！回回让你跑了呢，还小王八犊子！几回了？还他妈要跑？往哪跑？哎，该我们啦！你两兄弟也该受受我们的气了。哎呀，猜兄弟们，这不直接就起来了吗？漂亮，那中路打得不错，可以。那小驴人不是小驴人呐，波比。峡谷先锋可以要啊，这佛爷哥我最后信他了一波啊，佛爷哥最终还是让我相信了他，兄弟们，我信了他那么多波。最终我没有信错人，我说实话。跟我俩啊，跟我俩，我这大红宝石。还是出日炎啊，这把还是出日炎。起飞！奶妈给我来，我来奶妈，漂亮，给我杀拍地板减速，奶妈别死。我要站起来！这佛爷哥怎么跑这儿去了呢？哥，哎，没站起来，兄弟们，差一点点呀！真的，真是差一点点。那赵信太能吸了。这波都没打赢，马尔扎哈没大呀，等一等啊，等一下佛爷哥，主 E 或者主 Q 就站起来了，主 E 或者主 Q 刚才没法站那么长时间，主 E 或主 Q 根本刚才都站不住。波比波比波比，我 Q 着他了。不追了不追了不追了，回头回头回头。吹不开。那夸抓开。
来个反甲。上路收一波。等蚂蚱冰杖就好打了。看看蚂蚱什么时候冰杖啊？真的，等他冰杖，我们就特别好打了。我先来个大反甲，完事我们再整一个紫炎之力。哎，大龙可以试。这波我觉得可以试大龙，兄弟们，你还别说，真就可以试试这大龙。小心没打死，完了，团灭了。我大赵信，我寻思我们先把他赵信杀了呗，看来不行，不能先去杀赵信，不上了，哎，这波不上了。我开牛头或许就赢了，开什么牛头，看你像牛头，但我觉得还是有机会，虽然说他们家打了大龙，但我觉得机会其实还挺大。他们家最终想要赢比赛，可能得可能得想办法偷了，对面对面可能得想办法偷塔来赢比赛，我估计。杀蛤蟆，我把蛤蟆打起来了，追不追兄弟们？哎，好跳的，操，又全跑了，深追感觉不太好啊，兄弟，深追吗？我来追，追可其实可以我来追。小龙可以，来来来来，小龙可以。我们那什么啊，保一下马尔扎哈收兵。
跳弹吧，拉倒吧，这别打了，这没法打。这都没有人理我们了，这是。这给我围剿了。哎，没顶住啊。这为什么敢上？那佛爷哥就上了呗，上了没打过。也没办法，明天再那啥吧。哎，明天再做二吧。我发现一不玩猴，玩点其他英雄了，他们就一直抓我们。